杏仁。那有些杏仁会加一点花生，有没有提那个味？他不会写花生，可是以为没有，就他一吃下去，那个气管就整个肿起来，赶快冲到房间拿他。还有他有带抗生素，就这样搓一下。还好他从小到大不时的有过敏一下。那我就说，那我们打美国还需要炮弹吗？我们就撒花生粉，不是他们自己都死光了？对啊，他们会有那个药吧？好，就不要做盖做那个。